你怎么会受伤的？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 你醒了，想要喝水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要先告诉我你是谁，从哪儿来，为什么会受伤。 这是什么态度吗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哎！不合算。嗯，真舒服，舒服。你先放了我，我就告诉你。放了你。 你当我傻子啊？放了你不就跑了？你救我，应该不是为了把我困在这儿吧？既然不是，赶紧把我放了。 你也不是不行，不过既然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就得报答我。这样吧，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，我就放了你。好，哪三件？我想想。